维吾尔的民乐，我会矮捷克和撒塔尔。哦，烤串怎么样呢？烤馕更重要了。盘点德云社招生报效现场。我叫张浩东，来自辽宁葫芦岛。上班呢？上学呢？现在大二。哦，对，学校。辽，你先编可不行，先编可不行。准备想唱一段京东大鼓。来。唱一段京东大鼓五家坡湾菜。好，有点紧张。没事没事啊，来。要不我唱，要不我唱，我唱。做自我介绍。老师好，我叫李雪萌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，今年16岁。好，打满洲里来的。哎，我很感慨啊，就是周边这一圈全有啊，天南海北，对，啊、真是打满洲里来的，五湖四海，得谢谢你姑娘。从你们那儿到这儿多长时间呢？路上？我坐了2个多小时的火车，然后又坐了2个多小时的飞机。哎呦，昨天乌鲁木齐那个来，光飞就飞了5个小时。对，谢谢吧，我得替曲艺谢谢你们啊，真好。这竹笛学多长时间了？啊？这笛子？1个多月。啊，好家伙，你比我胆儿大了啊。我都不想给他举着了，我都。行，来吧啊。老师，我试个音可以吗？那是你的事儿啊。哎，走了，回满洲里试去啊。是，就在彭家市。老师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差不多了，那来吧。老师，我就给您吹一小段行吗？因为学的实在是比较少。太好了，时间长我也听不了啊。你有这个做西点的手艺啊？对，蛋糕。哦，嘿。我们昨天有一个考生也会做点心啊，看到他，看见他了吧？嗯，你看，同行是冤家啊。如果来的话，希望学什么呀？想学相声。那得先从做蛋糕开始。哎呦我的妈！古曲招生想学相声。行，那你回来跟杨主任商量商量吧。啊，哎，他爱吃蛋糕啊。你把那头发撩起来，我看看眼睛。哦，你是长这样啊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18岁。18，天津汉沽人啊。是。哦，认识杨杰老师吗？不在一片海域啊。是。就喜欢古曲，还会别的吗？还会这个西河、铁片、单弦，还有这个评戏都。这点钱不够你挣的了啊。来吧，唱两句西河我听听。唱段这个《灞桥挑袍》来。渺茫茫，惶惶惚。行，学过声乐是吧？美声什么的啊？太紧张了。啊，没事。还会唱别的吗？那个《风雨同舟》。这是个新节目啊。啊嗯。风雨同舟。一阵阵风云舟。哎，我忘了。行，挺好，挺好啊。不好意思，你把你专业学的那个唱一句，我们听听。唱的歌啊，唱的什么？来一个。Pici sospiri la libertà。啊，这个多好，你这个我们就听不懂了啊。不好意思了，没事啊。再对这个乐器不熟，也不知哪儿该叫停你啊。这个，这要是改吹笙麻烦吗？这个，不太清楚。我就跟老师们商量，我说要改吹笙麻烦吗？不麻烦啊。现在上班呢，还上学？上学呢。在哪儿啊？在沈阳音乐学院。啊，专业就学这个啊？是。啊，那如果上我们这儿来，这可能真用不上。顶多是门口迎接个观众什么的，台上用不了啊。行了，好嘞，行了，姑娘，行了。有嗓。直说，直说，可以了，可以。行，这弦要了啊，这弦就。还会别的吗？会一小段《京韵大鼓》，丑末迎出。你会弹京韵吗？京韵我就会过门。那试试来，哎，你放心，他也唱不了两句来。来。你别张嘴呢啊！
泡沫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行啊，这钱要了，您听啊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李延虎，来自山东泰安。啊，泰安啊。对。好嘞。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段京韵大鼓，丑末寅初啊。好。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，斗和尘他是。行嘞，还会别的吗？会一小段京剧。来，红娘。张先生，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。你老实点吧，行了。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，我步步醒来，你步步爬，放大胆人气吞声细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唱出马赛克来了啊。要是唱可能太难点了，有点啊，不太好教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唱不行的话，我就想学乐器，学一下三弦。啊，想学三弦啊？对。接触过吗？没有接触过。嗯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今年23岁。啊，23学三弦还来得及吗？啊，来得及啊。胡老师含着眼泪说来得及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李小丫，来自河北省沧州市。我学习二胡从6岁开始的，今年是23岁。大学主专业也是学习的二胡，在江苏。然后业余时间会喜欢唱戏，然后朗诵之类的。好嘞，我们先看看你这胡琴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。那个话筒。谢谢啊。来，几位老师您看着啊。都夸你了啊！谢谢老师。给张老师一话筒，让张老师跟你聊聊。张老师是四胡的专家啊。张老师您好。那个你喜欢见过四胡吗？见过。是哪一种？就是我因为没有接触过，就是简单了解，从视频里就是四个抽。不是，你是听的是哪一种四胡？是内蒙古的那种蒙古四胡，还是咱们曲艺的四胡？曲艺四胡。曲艺四胡是吧？啊，对。喜欢拉吗？没有尝试过。是吗？如果要让你改四胡的话，你会改吗？会改，然后同时对三弦也比较感兴趣，都可以。啊，行，这点钱不够你挣的了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行嘞，那还就留下你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唱了是吧？别唱了得了。好，那谢谢各位评委老师。好嘞，谢谢杨老师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各位老师好。大点声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丁天心，来自上海，今年23岁。啊，是上海人吗？是。哦，上海的啊，来吧，准备的什么呀？准备了一段铁片大鼓《玉堂春》。哦，铁片啊，来。大明的江山呐，太平春，正德要是年间呐，出
了一件新闻，北京城前门外倒有一座古春园，开堂名的老鸨儿，他叫一成吉。哎，真不错，一个上海人唱铁片能唱成这样啊，唱的又准，味儿又对啊，可能就是紧张，可能是大点声音啊，很棒很棒啊，不错，值得表扬啊，谢谢谢谢、啊、还会别的吗？再唱一段那个京韵大鼓那个、嗯、好，筹墨迎书，别紧张啊，嗯，好，筹墨迎初日转扶桑，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，斗和尘他是渺渺茫茫，恍恍惚惚迷迷杂杂，只冲霄汉呢剪去了灰黄。啊，不错啊，丹弦会唱吗？会一小段那个风雨归舟。行，唱两句听听来。谢之入深山，应云峰受降，清闲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已经是背叛了南方了啊！每个曲种都唱，你学过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是从小就京戏比较多。哦，就是喜欢。嗯。你要再能唱河南坠子，你就算齐了。现在在哪个城市工作呀、啊？我是自己开网店。在哪里啊？就在上海。哦，开网店就无所谓了啊！行，要你了啊！嗯、哦，谢老师。嗯，然后接触到传统文化之后，就对传统文化种植了，所以想学传统戏。然后你还学过中医，对，是吗？对。还学过道教文化。嗯。好家伙啊，那挺棒的。来吧，唱两句你听听吧。好。冷雨凄风。明白了，这里说的什么啊？现在全是自己这么觉得啊。
因为赵老师特意夸你形象好。谢谢。挺好啊，有人缘的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梁新月，今年17岁，来自河北省唐山市。哦，我今天带来一段烙亭大鼓《盲人摸象》。也是那个他们那个唐山烙亭吗？嗯，对。快把那弦儿叫回来。你们认识吗？你们认识吗？今天刚认识的。啊，那中了。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们都是爷唐山。哦，也是唐山来的。哦，唐山空了啊。啥地儿？我不知道。啊，那咋的？八月里秋。等会儿。你确实没有人专业了啊！要不那个连六人里没有你呢，是吧？他还没弹呢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白花钱了，孩子啊！没感过线吧？差啥的？啥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可能不来这件事。我给你定个升 F 吧。你唱什么调啊？不知道。哦，不知道唱什么调。哎。行吗？嗯，来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，哎，你看你特意的心急了啊，等着啊。弦要了啊，这弦留。还会别的吗？会一小段京韵大鼓丑末迎出。你会弹京韵吗？京韵我就会过门。那试试来。哎，你放心，他也唱不了两句。来来，你别张嘴呢啊。行啊，这弦儿要了，没问题了啊。老师们好，我叫马丽婵，来自河北沧州，为老师们带来一段丑末吟出。他是渺渺茫茫惶惶。行了，大姐，行了。你是河北省京剧院的啊？是啊。你唱什么呀？青衣啊？老旦。唱老旦，我说那么冲呢啊！现在你们那儿怎么样啊？演出多吗？嗯。啊，行了，明白了，嗯。
挺好啊。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流派京韵呢，是吧？你听过流派吧？我听的是洛派还有白派。哦，你太适合唱流派了，这么好的嗓子太难得了啊！听老师吗？行吧，来了咱们商量啊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各位老师，下午好，我叫张玉林，来自辽宁鞍山。啊，鞍山的，我带着板呢啊，会唱吗？自学唱的就是京韵还有单弦儿。好家伙，赵老师来声音。来吧，分别展示一下。我先唱一下丑末寅初吧。哎，把板放下吧，碍事不碍事。丑末寅初，日转扶桑，起低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可以了啊！这还老一起低了，这是欺负人的啊！把你那单弦唱给我们听听。谢之入深山，饮云峰，受香清香。门来时，哟嘞，行了，要你了啊！你现在上学呢，上班呢？我现在上班呢。在哪儿啊？就在鞍山。那做什么工作呢？是教小朋友口才课的，就是培训老师。就是时间可以自己调配是吧？是的。好嘞好嘞，行，那板不用唱了，可以了啊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好嘞。哎，师傅，您没给各位老师抢人的机会是吧？那是。这我一看各位老师已经跃跃欲试了是吧？啊，需要凳子，没事。啊，来，搬过来搬过来。好。来，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好。老师好，我叫任思睿，来自武汉，今年15岁。15岁哈。嗯。学琵琶学几年了？学4年多了吧。哦，4年多了啊。在武汉学的吗？对。啊。好，来，那给我们弹一个吧。师跟你们聊聊啊，来，两位专家。哦，那个了解三弦的乐器吗？嗯，三弦这个乐器我知道。知道吗？知道。要是让你也学琵琶也学三弦可以吗？我正打算说今年暑假去学一下，已经买好了三弦。哦，太好太好了啊。都买得了是吧？对，已经买了。行。那就上我们这儿学来吧啊！好啊，我们这儿顶级的专家。好，这琵琶弹的怎么样啊，老师们？我们是外行。提琴一般都从父
哎，能把三弦抢了是吧？嗯，你会唱吗，孩子？嗯，唱一个那个《重整河山大合唱》。行，来两句。千里刀光影，愁恨燃九城。行嘞，啊，好，得嘞，可以了啊，嗯，好好的练练琵琶，练练三弦啊，嗯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，谢谢 你啊，谢谢你。哎，你做自我介绍啊。老师们好，我叫方颖，来自福建。打福建来的？嗯，这琵琶学了多少年了？从七岁开始学的。哎呦我，今年24了。对。好家伙，来吧，我们欣赏一下吧。如果让你学琵琶再兼学三弦，可以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琵琶和三弦的右手指法是互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部分是相通的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继续努力啊！行了，留下你了啊！好，谢谢。哎，琵琶留下吧。谢谢。嗯，这学年头尝试不一样，伸手的吓人啊！那可不，一听就知道。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老师们好，我叫刘雅旭，来自天津。嗯，就是天津孩子啊。我看这两个琴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唱什么呀？天津时政，新民旅行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各位老师好，嗯，我叫李颖，是河北人，现在在北京工作。嗯，好，准备的什么呀？嗯，给各位老师展示一段西河大鼓《灞桥挑袍》。好家伙，季老师来买卖了，来。秋色残凋，金乌啸啼。烧
草出许昌，吩咐一声，众军那笑，黄嫂的巨鸟就慢慢地摇，衬着这凉爽世界，双江嫂，金风儿沾沾。好的帐袍保皇嫂直奔阳关道，耳听得山背后这人上马嘶嚎啊啊啊啊谢谢老师季老师、啊、哎，那个老师好，嗓子挺好啊，谢谢、嗯、唱西河呀、嗓子是哎，稍微有点尖啊，他这嗓子哈，要难说可以唱这个把派是，或者是，好派也行。好派，对，好派西河。嗯，哎，我唱的西河呢是燕派，啊，你喜欢西河，我很高兴，是吧哈？你就喜欢西河是吗？我是。都喜欢传统的曲种，我都喜欢、啊、然后就是这一段西河大鼓，然后听的时间比较久一些、啊、所以拿它来展示、啊啊啊、后来那个叫郭老师安排啊，嗯，是学哪个派好不好、嗯、谢谢老师、哎、要学我这派我教你，要学好派呢有那个郝老师，郝秀杰郝老师，嗯，都可以啊，哎，谢谢老师、啊、哎，祝你成功。石老师聊两句啊，石老师啊，和好派的专家，嗯，哎，条件不错啊，非常好啊，我决定就好派吧啊，跟郝秀杰老师学吧啊，我先抢一个啊，二姐啊，哎，下一个你再来啊，不错啊，哎，谢谢老师，老师还需要我展示别的吗？还会别的吗？反正别的也都能唱一小段，唱几句，来，我们听听。来的路上学了两句《重整山河待后生》，多大能耐啊！来，啊，《重整河山》，不好意思，老师。嗯。千里刀光影，朝汉燃九城。不，别唱好派了啊，你唱流派京韵得了。得来了咱们细商量吧好吗？哎，谢谢老师、哎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怎么抢上了？这个好的就都要啊，对，还真是看见好苗子哈、啊、这个来吧来吧，来，有请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段志涵，来自河北唐山，今年23岁，目前在天津工作。这学这大琴这多长时间了？我从8岁开始学的。哦，打8岁就学。嗯。好嘞，来，我们听听。别的乐器还会吗？啊，别的乐器？别的乐器我以前弹过吉他。哦，你是喜欢琵琶吗？对，我喜欢琵琶。哦，要是学琵琶你愿意吗？我就是想学琵琶。哦，好好，那你心想事成了啊。谢谢老师。嗯，好嘞，现在在哪个城市啊？
我现在就在天津。啊，就在天津啊，嗯、那行了，那更方便了啊。嗯嗯，好了，你成功了啊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他本身的工作是自由化妆师，谢谢、啊、是吧？嗯，对。那行了，后台这点活都归你了啊。嗯，好，帮他搬一下。